蒙着尻川着老婆，司机要人抓骨头。新北市淡水公车竟然出现蒙人尻川的痴汉，没错，就亲像安尼。卖误会，道明这个公车司机不是咧蒙人尻川，是咧教人安那抓痴汉。代志的发生咧真是刚硬啊！一个39岁热心男子，看到一个当咧上公车的女学生啊，几只车嘛挤个满满满。伊竟然趁人无注意，趁伊人个裙内底，阁安尼个猛一下，决头就做伊走。司机周星驰目白心一揪，发现代志并无单纯，安全带甲解落，冲落车就要去抓人。铃子一拉，他手在挥嘛，我就抓他右手，然后手顺势下来，右手一拉，顺下来就。吼、哦，大家是屁好也买啦，卖阁抓啦，看了就感觉迄边痛痛咧。他始终没有坦诚，是吗？对他没有坦诚，因为那个被害人是真理。那我们还是以性骚扰之法来引送。他说：“我分解动作，他要分解动作。”